这几天，第二十届中国畜牧业博览会在成都举办，我们的记者呀，在现场发现了一些国产新力量，咱们一块儿去逛一逛。您见过能生吃的牛肉和海鲜？您见过能生吃的猪肉吗？那在我的旁边就是一盘可以生吃的猪肉，它的味道怎么样？我们来尝一下，蘸一点酱油，它的味道呢是有点韧劲儿，还有点嚼劲儿的感觉。那它之所以可以生吃，除了因为是高标准养殖以外，还和它的品种有关。它就是今年刚刚被通过审定的山下长黑这个品种。它和别的品种有什么不同呢？别的品种有14对肋骨，那我们看看它有多少对儿。15对的肋骨，这也就意味着它的体型会更长，它的产肉量会更多，经济价值也会更高。看过了猪，我们再来说说鸡。那在我的旁边呢，是一个鸡舍使用的巡查机器人。它呢拥有10个摄像头，这就是它的眼睛，最高可以升高到4米左右。它可以对鸡舍内的鸡的生长的状态以及各种数据进行实时的监控。那么大家看我的右侧呢，是一个数字化的管理平台，机器人刚才得到的数据会实时的进到这个平台汇总在一起，为养殖者的决策提供参考。有了这台机器人，就可以降低人力成本，减少疫病的风险。看过了畜牧业的前期，我们再来看看畜牧业的后期。那在我的旁边啊，是一个粪污的发酵罐，那在7天的时间里，它就可以将普通的粪便呢发酵成有机肥。它和别的发酵罐有什么不一样呢？首先，它外部是保温的材质，同时呢，在它的内部设置了辅助的加热的功能，这样就可以在低温的环境下不受影响。那我们看到它的上面呢，还有一个巨大的太阳能的发电的电池板。这个电池板呢，可以为下面的发酵罐节约电量达到30%。如果这个发酵罐一天耗费电量是500元的话，它就可以节约100多元的电费。